三世诸佛家众生，正得如来妙法身，普为众生普为群生现众善，譬如幻世无不作。毁现死修殊胜行，毁现畜生及出家，毁现树下成菩提，回为众生是涅槃。 这是说发了菩提心，嗯，这是初发心的，啊，这初发心的是初住发心，对，初住发心啊，不是咱们现在，咱们现在所发的菩提心呐，是信，信发菩提心。 这个是说，出住菩萨他发了菩提心的功德，出住菩萨发了菩提心，他就能实现八相成道。释迦牟尼佛不是在印度实现八相成道吗？啊，这里就举了几个相，举了几相啊，举了几相。嗯，实现成佛。 能现佛身，能给一切众生做功德。啊，普为群生现众身，示现各类的身，各类的身呐、啊。因为和身得度呢？那佛就四现什么身，嗯，不一定。 完全现的是人身，嗯，因为<实>和神度度者，佛就四现和神，不一定完全现人身，有的现的菩萨身，有的现的是恶鬼身，嗯，嗯，嗯。所以说，一切众生的四现的时候。 就是对哪一类众生，嗯，嗯，哪一类哪一界的众生，哪一类哪一界的众生，嗯，那佛就实现的同类摄，同类摄，就像一个演魔术的幻似的一样子，嗯，他能变现出来种种的幻象，嗯。 种种的众生，嗯，幻象了出了种种之生。我们大家常看见的那魔术师，他上那个表演台上的，他手里头本来是空的，摸着空手的上的台的，他一变就变出个补歌来，就飞出来了。嗯，这就跟我们佛现在所说这个含义呀、啊，相同的。 就是那个、发了菩提心的初住菩萨，初住菩萨，啊发了菩提心的初住菩萨，他看见众生能够得度，他就给他四现度他，嗯，让他生起信心来，嗯、啊，让他能够得度。 所以，佛坐在菩提树下成道，或者是让一个发心的想行菩萨行的、想修菩萨行的，就给他视线做引导，嗯，这因此就视线入胎、出胎、出生，到出家。出了家之后，在菩提树下视线成佛。 或者呢，事先入涅槃、嗯、为什么涅槃还加个“四”字？这个“四”啊，就是显示的意思。说释迦牟尼佛并没有入涅槃。咱们在经论上所看到的释迦牟尼佛。 四线生在印度，就是现代的尼泊尔。过去的尼泊尔是印度的一部分，嗯，也是佛在四线入灭，是初住的菩萨，他就有这么功力，有这么大的功力。因为涅槃不生不灭，四线入涅槃。 菩萨所住的西游法，为佛境界非二成。菩萨所住的西游法是指着发菩提心的菩萨说的，他就住在菩提心上，这是叫西游法。法呢，法就是心，心就是法。 我们下一段讲的，广讲明法，明法就是稀有法，明这个法是稀有的，这个法就是我们的妙明真心，我们每个人都具足有妙明真心，但是我们每个人没处理烦恼啊。 呃，自己不认得自己，咱们平常说，你认识自己吧，就这个含义。很多人感觉是认识自己，实际上每个人都没有认识自己，所以这就叫虚有。虚有的，不稀有，是吧？你自己本有的，但是迷忘了而已。 哪有困扰呢？嗯，所以这个稀有的佛法呀，为佛与佛乃能究竟，这不是二成的。出入的菩萨，他发了菩提心了，他入佛的境界，那不是我们一般的出家人。嗯嗯，入了声闻缘觉乘，嗯，乃至于一般的菩萨乘。 这叫三三乘法，啊、嗯，那不叫西游、嗯，这是指这是大道心的众生，他所住的西游法，西游法呢就是佛的境界法，身与意身与意，想，皆已出，种种随意，悉能现。 身口意的想，就是把我们的身口意的三业呀，都把它除掉。那一切都除掉了，你的三业就转成了佛的身意了。你、嗯、看这是要佛果说的。那出发心的菩萨，他的跟那个究竟心，两个是没有分别的。 出发心的跟究竟心这两个心呐、啊、是没有分别的，还是一个心，但是把身口意的想，这个想就是一些妄想的无名。想就是无名，嗯，惑业都出境了，我也要利益众生的事业，就是知佛得度的，那么佛就现身，嗯。 你现身呢，的就是度他啊。种种随以悉能现，有缘的就现，众生就能见着佛；无缘的就隐，那众生就见不到佛。菩萨所得诸佛法，众生思维发狂乱，发猛乱，发狂乱啊。 毛空了，自入的世界，心无奈，普现如来自在力，这是一个偈颂啊。菩萨发了菩提心了，得到了觉悟的方法。那么，诸佛法就是觉法。 以诸佛法就是觉悟，觉悟的法，嗯，这个法呢，唯有大成的菩萨才能进入，进说也是说才能得到，嗯，众生一切的思维，他所发的是狂乱的、妄想的，是无明。 那慧业的境界，以智慧入实际，以智慧入法界。入了法界之后呢，他心无障碍，这就是如来的自在神力。那么所现的，是佛的神力，普现如来自在力。此与世间无与等。 何况佛正书圣心。说这个世间法呀，没有相等的，说世间法与佛的法不能相等，所以是无与等的。那佛正的境界呢，是出发一菩萨发了菩提心了，他就明白佛的一些境界，也能实现。 四现就是他所圆灭的境界，能源是他的智慧，以智慧圆他实际的境界相，所以这个就叫心无障碍。心无障碍。嗯。那么这个心无障碍是如来的自在神力吗？ 在世间无能与他相等了，何况增加了许多，不是世间法，要超出世间的行为，这段文艺就是法义的菩萨，虽然他还不是否，但是他的书胜行， 与佛相等了，嗯。随为记住一切字，以还如来自在力。以入究竟一成道，深入微妙最上法。那这个一成道呢，就是佛道，对，嗯。发菩提心，住在菩提道成就的菩提国。 这个前头啊，我们都重复讲了很多次了，嗯，对，嗯，我们把它在料解释说一下的，这是显示出发心的功德相，嗯，我们大家要鉴别，什么是鉴别啊？我说这个鉴别的意思、啊，说我们现在也在发心、嗯，嗯，我们现在的发心。 怎么一点儿也没有这个功德相呢？我们现在发现，连个相似都没得到。嗯，说相似见立相似成就，还没得到。因为我们所发的心呐，不是菩提心。我们现在所发的心不是菩提心。 你现发心不是菩提心，你所行的也不是菩提道，也不是菩提道。所以这个法的力量、功的力量，因为你没得到法，也产生不到功的力量。认识这还属于在惑业里面，降伏惑业。 除掉了祸业，这几个层次啊，就是降伏祸业跟跟除掉祸业这个层次是不同的。嗯，我们入了佛门，应该也发心也出家了，也明白什么叫烦恼，什么叫障碍。但是不能让我们恢复本来所具足的觉性。 嗯，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知啊，现在我们这个知，不是真知，是依照佛的教导、经论上的教导，依照前人的启示吧，前的启示，嗯嗯，是、嗯、吧？我、嗯、们、嗯嗯、经常呢，经啊、情啊，说开示，这就开示，嗯，开什么呢？是什么呢？ 开，是吧？把我们的迷惘的尘物拨开，这叫开。能明白了一点儿，能明白了，把尘雾拨开了，明白点儿了。四呢，四是显示，嗯、因为我们在迷惘的当中，嗯，迷惘当中。 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妙明的真性一真法界，嗯嗯那咱们讲《黄金经》了，把它叫一真法界。因此呢，啊，我们就是一切智慧没有，没有。入了佛门之后，听到佛的教导的开始，所闻的经啊论啊。 这都叫佛的开示。那么你出家以前，嗯跟出家以后，那你看的佛的经书也多了，经历的老师也多了，把所知道的显示给那个未学佛法的。 嗯，嗯，那么这个显示给他呢，这就叫开示。咱们请开示啊，这就叫开示。嗯，我们知道一些字是什么样子，什么叫一些字？我每个人的心，心，嗯，但是不是妄心，是真心。 那你这些话只有入到佛门里头才听才知道啊！如果佛门知道了，也还是妄心，知道妄心外头还有个真心。嗯。啊，解释起来还有八个心，就叫八识，还有无量的心。嗯嗯，那八心呢，是我们常讲那个八识。 八十，五无量呢？就实我们这个识啊，识别的一些事物，种种的分别，分别分辨，这些个都是在迷。迷呀，不是智慧，是迷。嗯，入了佛门之后，懂得了，完了我们再去学习，学习了之后，再去深入。 那么我经常往往的说，主司开悟了，悟什么呢？嗯，要知道自己还有个真心，这就叫开悟了。那么现在从学习当中也知道了，知道我自己还有个些真心，这个真心跟佛无二无别，这就叫开悟了。开悟。 但是没有正德，没有正德就没有妙用。要能够正德了，具足了，获得如来的真实力量，那就是我们的自心的力量。有了这个力量了，你住在菩提道，再不退了。这就叫住在究竟的。 一成道，或者叫住在如来家。那么现在呢，住在烦恼家。那你这个烦恼跟觉悟是两回事啊，这个家不通了。嗯、如果这个家不出，烦恼家不出。 那个叫智慧家，你进不去，进不去。我们都是佛子，嗯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叫四众弟子，嗯。我们啊，这四众弟子连个相似的程度都没有，想得住到出住菩萨，那才叫相似了，相似位啊。 那咱们呢，还住在烦恼家，并没有住在如来家说具足智慧了，得到如来的力量，这就叫一成道。那就住在如来家了。能够得得到如来的境界，是甚深的。 是微妙的法，是最上的法，是什么？是心法。到那个时候，你所证得的，你所圆的境界相，你所认识的诸法，是认识它的体啊。嗯、啊，那体是什么样子呢？空，寂灭，是空的，是寂灭的。 因为空而能起一些作用，就起一些妙用，这就叫如来力，如来的力是妙用。那这个力又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现在所缘的一切的外形的境界相，把你所缘的境界相啊，都变成妙境了，不是现在所看到的景。 那妙境又是什么样子呢？啊，这就是空的，空、嗯、它空而不空所起的妙用就叫业用，是吧？真空不空，而随缘能利一切众生。那这个境界象是平等平等、嗯，有这个力量了，嗯。那这一这一段的。 常闻呐、啊，仅仅解释一个力力量，虽未记住一些字，已化如来自在力。嗯、啊，已入入究竟一成道，深入妙法微妙最上法。啊，那这就是说，你平等平等有这个力力量了，深入如来的微妙妙法了。嗯，三智众生实非是为利为利，利一故现神通。 分身片满一些差，放进光明处世间。什么叫实？什么叫非实？知道众生的缘成熟了，也知道众生的缘还没有成熟。那缘成熟了，他就能得度。 佛所说的法，他能进入，对佛法能进入。如果还没有进入的，那你说了法，他不知道，他不能了解，他也没有因缘来闻你说这个法。有因缘的能进入，没有因缘的他不能进入。一切众生。 生的时候，不是得度的时候。为什么说众生生的时候不是说道的时候，也不是成熟的时候？这要生的时生的时候不对，对，生时非时，解释这个呢？生的时间不对。为什么不是得度的时候？ 那么咱这咱这样说吧，嗯，佛在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出声啊？佛在正法五百年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来呀、啊？到了末法了年了，你来了，来了怎么样呢？天灾人祸，刀兵水火，这个缘字就没有。这个道理啊，非常的深，在我们的生活经验当中。 咱们看见哦，南狗遇缘出家，这是有缘的了。这有缘无缘的相差大，相差太大了。缘成熟了就得到。乃至一字半句，乃至说一句话，你突然间明白了，明白什么是佛法，豁然大悟，这叫大悟了。打开经本一看，嗯，念一卷就开悟了，你明白了。 明白就开悟了，开悟你也能说了，这不是学来的。现在不能，为什么？一定要是法末呀、啊，末法时代，但是法还没墨尽，你还能有缘遇到佛法，没墨尽还有佛法啊。 但是这个时候就靠你智慧才能知道，你过去你过去有福报，你才能遇得到，不然你遇不到的，遇不到的，嗯，没有智慧不知道，嗯，咱们经常说善知识就是有智慧了的善知，谁善知啊？ 说发菩提心的，嗯，初住的菩萨，我们把它再说广阔一点儿，初住到实住，出行到实行，嗯，咱们已经讲到了初住到实住，出行到十行讲完了，还有一个实相呢，嗯，实相到时回相，这三十位的菩萨从初开始。 到三十十回向的最满满了，平等平等。虽然分别有三十个位，其实就是打一个符号。再说前点你们都是比丘尼，就是一个符号，比丘尼。但是这个里头有圣人，也有贤人，也有还是迷人还是反腐，嗯。 但是符号是一个，就是这个含义，嗯、呃，一、这个号一个代表。像我们现在、啊，都来了几百人，现在连这有二十多个人嗯嗯嗯，对、啊啊，比丘、比丘尼，平下了就这个名词了，比丘、比丘尼。但是这里头差别非常大了，啊、差别在什么上呢？ 有的祸也很重，烦恼很重；有的祸也很少，烦恼很浅。嗯，道理也有深厚。入了佛门了，从早到晚都是上殿、过堂、穿衣、吃饭，好像是一样的，不一样。不一样。有的能知，有的不知。 有的时候，在这个末法时代啊，他自己处在正法时代，对，他心里头都是三宝，而利益众生，是正法时代，他心缘正法，那佛在时候就是正法，嗯，那有的他入的是声闻缘觉。 他根本不知道华严境界，听都没听说过，听了他也不信。是初发菩提心的入住的人，他就能够知道众生，但是他的上位呀，比他再高深一点，他不知道了。说初住不知二住是啊，初住的菩萨不知道二住菩萨在做什么。 那么这样子观察，他能够知道、了解众生，嗯，知道了解众生啊，因为他知道了一切众生的心生是非时。这个是讲知道一些众生的心生是非时。嗯，这个时候是是不是能入入佛法的时候，现在还不知道。 还没到时候，知道一个众生心里所意念的是什么，知道这个众生他的慧根慧力的大呀和小啊，他的善根是深呐、啊、是薄呀是厚啊啊，知道众生的善根的深厚的浅浅薄。 知道了就能给他做做有利的事儿，能够示现神通。显示诸位的菩萨离众生的时候，他从得知道直到众生的因缘成熟了没有。因缘回没成熟，给他说深深的法，他不能接受，那给他说浅法，说一般的法。 让我们现在能知道苦集灭道是世俗世间因果、出世间因果、世间因果，嗯嗯，苦集是世间因果，灭道是出世间因果，还有善乐因果，那这是两种因果，嗯嗯，一个叫一种是世间因果，一种是善乐的因果，说你做个人。 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嗯做了人了，要能闻到佛法，闻到佛法了，又能够落法发心出家，四现比丘比丘尼，在末法时期就很难得了。如果你要证到圣果，断灭烦恼，这些个法，就不见得说了。 说了，你不见得能进入。嗯，天天学华严经，有几个能进入华严境界的？他这脑子里头是不是正在华严境界里头想？嗯。所以说道是是，道时非时，就说这个时候是时候，不是时候呢？那你得有智慧啊！是不是嗯，嗯嗯嗯。说了。 他能得到利益，嗯，实际上神通给他看，嗯，你再大的神通他不进入，那你白费力，菩萨不做这个事儿的，菩萨佛菩萨不做白费力的事儿，因果没成熟绝对不说的，那你还是得不到，那你就不说吧，说了他也得不到，那你何必还说呢？嗯。 发布的心的菩萨，他能够在一切佛刹的刹度，就是一些国度吧？国度就是世间，在世间现一切相，放光可以代表身的表现，那身的行为，啊口的行为，意的行为，这就叫身身业，口口业。 一一夜，光明就代表智慧，他三口气三夜的智慧，破除世间的黑暗。除了世间一黑暗，那就像咱们太阳光啊，太阳明照啊，太阳还产生热能啊，嗯、啊、嗯、啊，那像早晨一样最好的时光，咱们现在这个时间是最好的，啊，嗯，对，那现在。 咱们早晨这个地方，是吧？冬季时候零下十几度，那现在没有了，现在热光了，天气变了。嗯，初位的菩萨，他就能挤给予众生的温暖，给众生的光明，驱逐众生的所见的黑暗。我们不说见佛嘛，就是能遇到一个初发意的菩萨。 这个缘要有了，已经就不错了。连这个姻缘都没有，为什么说了你能得度？这就是这个意思。咱们现在讲的都是发菩提心的功德作用，发菩提心的功德相，发心功德这一品呢，就叫发心功德品。 从这功德品的法上生出来大智慧。法是什么呢？法是心。这一个会的法法主是法会菩萨。法普心的光明，嗯，遍满一些差的，放净光明除黑难的。 要以菩提道而正德，那就不同了。我们经常的讲大乘经典，历代大德要我们发菩提心。所以《华严经》就把我们发心的功德、发心的功德，咱们怎么样去发心？嗯嗯嗯，到了住在菩提心上，住到诸位的发心。 那很不容易了，跟咱们现在发这个信心呢、啊，咱在实信前呢、啊，这是实信后了，深入了，咱们现在是学着发布的心，闻着一些灾难，看见众生的痛苦，咱们不知道这一些众生的是非是。 咱也现不了神通，也没有这个妙用，但是我们的心呢，可以发的。可以发的，力量没有，效果没有，但是心可以发的，发心是可以发呀、啊，而出入的发心，出入菩萨发心，跟登初地的菩萨发心，还有文殊菩萨现在天天都在发菩提心。 所以发菩提心，这个菩提心没有穷尽的呀，一直都在发呀。那么就验证我们自己的发的菩提心。我们现在在亚洲，经常发生大地震、发生海啸，啊，这六个国家死亡人口，嗯，还没有确切的数字。 所以说，我们看电影上说是一千多人，啊，一千一百多人。再看现在的两万多人，嗯，还没有确定数字，还是不能确定海浪究竟卷走了多少人，还有没登记的，嗯，六个国家，他们所受的损失，嗯，我们这只说的人呐、啊，出生，啊，地震以至海啸，我们一点是帮不上忙的了。但是你可以发心呢。 你发心没有？并不是你一发心就把他们救度了，你没这种神力。啊，我们有得到这个自在力，自在力你可以现实能把他们救了，你闻到一些众生的苦难，嗯嗯，听到，看还没看见，闻到了这种苦难，你就发现。 这就叫做发菩提心，度他人。听到众生苦，要度，一发心都叫发菩提心了。假使心量大度，大就是为了众生，不为自己求难乐，要利益他们。像、就是、我们经常说“但愿众生得离苦”，啊，不为自己求难乐。 说一切众生入梦幻泡影，既然入梦幻嘛，那就是觉悟了。嗯，知道众生入梦幻，觉悟的度众生。嗯，如果不觉悟众生，那众生是真实的了。嗯，那菩萨要发菩提心的时候，他看见众生入幻入梦。 因为这样子，你才不对于情难呀，嗯，不然你对于情难了，嗯，这叫什么呢？耐见大悲，这里是智慧大悲，不是耐见大悲，嗯。譬如龙王起大愿，普雨妙语悉松洽，观察众生入幻梦，以业力故常流转，嗯。 说形容这菩萨发了菩提心，就像龙王下雨一样的，龙王下雨叫不雨、嗯。你看到一些众生啊，入幻梦、嗯。他为什么遭那个业？嗯，像这个世界上灾难，我算少的了。这牵连到六个国家了，那在地理上说，那有多少万里、啊？嗯，说你在这个地方坐飞机，坐到印度，坐到印度尼西亚去。 也是两三个钟头吧，啊，斯里兰卡呀，孟买呀、啊啊啊啊，现在孟买是在孟加拉国，都受了这个海啸的影响，灾难了，嗯、啊，都灾难了，嗯、啊。假使说你把这当成真实的，现在你所看见的不错是真实的，你所看见真实的，嗯，这个真实的是假的，嗯。 有人说：“讲呢，观察入梦幻，原因就是一些住法空。为什么受这个呢？业力流转。那没有好多人还没听到，有好多人没看电视也没看到。为啥呢？没听到，没看到，连个文帝业也没有。” 他根本不知道，他连这个业都没有，连闻的业都没有。闻到了，那就有闻的业；，身受了，就是受到的业；，没闻到、没听到、不知道，嗯那你当然你身也没受了。嗯那有的虽然一样受灾，那他被救了。 他没有死，有的死了，嗯嗯，那许多的旅游的到这地儿去留了，嗯，是死了是没死啊，嗯，到现在可能落实了，也再没回来了，说这个人没有了，嗯，那就是他的业，他本来不是这个国度的，说在美国在欧洲或者在什么大陆上，嗯、他又敢去，敢到那儿去，敢那干啥，敢那去死去。 那就是他业给他迁去了，业所迁过，他想不去也办不到。因此啊，观察众生入梦幻的时候，知道是心识所变，业力流转。因为以业力故，常流转。嗯，嗯，众生在这个六道里头。 出不去，出可离不开六道，为什么？啊，夜里把你束住了，你想走走不了。啊，你所造的业啊，那个业就把你拴到这个地方了，你处理不开。那处理了靠什么力量呢？那就咱们说的三宝加持力。你闻到佛法了，佛法生加持力。 在家你自己去修，超出了，超出了夜不能息了。咱们要是夜是苦啊，夜不能息了，你就不流转了。嗯、大悲难免显救拔，为说无为净净净法性。大悲就是出入的菩萨了，这只发心住菩萨。 或者出地的菩萨、嗯，他们成就佛国的菩萨、嗯嗯嗯，那要成就佛位呢，那就不叫菩萨了，嗯、怎么叫成就佛位？还叫菩萨的，像观音菩萨，他有道家慈航，说道家慈航，又来世界读众生，实现菩萨位、嗯，说咱们说的道家慈。 又来度众生来了，那度众生给众生说的什么法呢？无为，净法性，清净的法性，无为就是无所作，无所作为，无作就是空了，空了，无作就是空了，空了就清净了，就清净了，清净，咱们说的。 佛经上给它另起个名字，叫妙明真心，或者这环境叫一真法界，嗯、呃，完全成就净法性一切法，啊，在它本体上有教、啊，有叫的实相，有叫的一真法界，嗯、啊，不管名字不同吧，啊，都是说的这个心。各个经上啊，都显示真心的。 名词不一样，道理上是一样的，嗯，所以就是我们的真心，不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思维那个所用的，那叫实心，实心是虚妄的，不是真的，嗯，佛力无量此以言呢、啊，譬如虚空无有边。 我烈众上得谢多，一解勤修而不倦。佛成就那个力，那个力，是以智慧发起的那个力。智慧力是无量的，佛的力量是无量的。嗯，那么就拿虚空来比，就虚空时候没有边。 啊，众生与无有边，匹空虚有边，唯量众生得谢多，一界修亲修而不倦，是吧？得到佛力了，我发菩提心了，得到佛力加持度一切众生，众生无边故，力了也无边，众生的力不，众生入虚空故，度众生的力也入虚空、嗯，这不是一说就能得来的了。 一修一劫勤修，而不倦，而经过一劫啊，亿万大劫那么辛苦修炼的，才能得到的智慧呀，嗯、啊啊、才能得到佛的力量，才能够救度众生，啊，得众生才能得到解脱，在救度众生的时候，经过一劫的勤修而不疲倦，嗯，没有疲倦的时候。 你是自己先修成佛了，嗯。像我们这没有修成佛的那些大菩萨，他边度众生边修行边成佛、嗯，这就是说，重出发菩提心，发了菩提心，就做利益菩提心，行菩提道，做菩提的事儿，成就佛的力量。 种种思维妙功德，善修无上第一业。比如圣贤恒不舍，专念生成一切字。种种的思维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吧。我们一天所有的思维就是思想。我们的思维就是我们现在的想。 你想的都是佛所教授的三宝啊，离众生的事业啊，修行的事业啊，度众生，不要舍离众生啊，成就佛果呀、啊，嗯,嗯度众生而修行成佛、嗯，也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助众生，但是。 也是为了度自己呀、啊！你不度自己，你又怎么能度众生？这样来修行，第一勤修恒不倦，要是不懈怠、不疲倦。在修行当中，思维诸佛的妙功德是什么？思维这些个妙功德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心呐、啊，你的真心。 具足玄妙功德，回归你自己的真心，在你行善法业的时候，嗯，这是最大的善，究竟的善，没有超过这个善业的了，嗯嗯，说不行的是圣人所做的，那叫六度万行，呃，慈悲施舍、四无量啊、四摄法，都是圣行，他能够。 行到究竟，达到佛的智慧。一身是相无量山，一切世界虚周遍。其心清净无分别，一念难思力如是。嗯，一身呢是得佛的法身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法身啊。那法身修成了，咱们的法身还是没修成。 法身是一个，咱们自己这法心没修成，跟佛就平等不得了了。要是修成了，跟佛就平等得了了。嗯，因为这样子，咱没修成，咱不能实现，没有经过修，被那个业障遮住了，所以一切世界不能周遍。嗯，为什么？迷了，迷了，周遍不了了。 现在不能实现，一身不能实现无量身。那等你成佛了，你就能实现了。发了菩提心，发了菩提心的时候，相似的实现，不是出入菩萨发了菩提心呢、啊，就那个一身实现无量身呢、啊？相似的，不是像佛那么无奈的妙用。嗯，嗯，在一切世界中，西周片呢。 说你这个心呐，清净没有分别的，这一念的思维的力量，嗯嗯嗯所以难思者，当你没有成的时候，这一念就是一念。成了的时候，这一念呢，可就做好多不可思议的事这叫难思者。嗯，唐先生，嗯，在这个前头。 我们在经上已经讲过了，法会菩萨对众生耐心力、记忆力、智慧力，嗯，不能够那么很快的深入，而重复了又重复，重复了又重复，《华严经》很多的地方都是重复、重复再重复，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变化。 而且你的思维的变化，但你真心在道理上是没变的了，就是个发布的心。嗯嗯嗯。与诸世间不分别一切法无妄想，随观诸法而不取，恒救众生无所度、嗯。无所度不是不道。 说度众生就没无众生，说在理上讲，说度众生啊，无身可度，入梦还泡影嘛，众生，度个什么呢？但是又不能不度众生，没入幻，说四件相，在四件相上，菩萨不起任何的执着分别，在菩提心上讲的清净。 菩提心讲的眼目，什么叫清净啊？就是心识所现的。嗯，宇宙一切世间，你不起分别，一切法无妄想，不生颠倒见，闻诸法而不取，不取，嗯，不取不执着的意思。菩萨入世，菩萨是这样的，众生达不到啊。 达不到才要救众生啊，说天天救众生，天天都是无生可度，无所度。无所度不是不动，是度即无度，这就是菩提心。嗯。说度众生不能有取舍，要有取舍了就是分别心了。嗯嗯嗯嗯。和观一切诸法不取啊。 有分别心就有垢染了，有垢染了就是不清净了。关住法不取，也没有舍，就是不取不舍，这就叫度己无度。我们所差的就是这一点问题不大。但是无量一些把这点都消灭不了，那就大了。就差哪一点呢？ 我们种豆上就动生相，因为我们自己的众生相没有消失，都众生有众相、嗯，跟我有缘的，说得来的，嗯，就度。无缘的就不动。为什么？无缘的你度也度不了，连个缘都没有，你咋度？嗯，和你自己还没得度。 今天是阿弥陀的圣诞，咱们因为说不世界才生极乐世界，我们认为是说不世界生的极乐世界，那无量世界里头的众生，都在生极乐世界，不是咱们说不世界，极乐世界是究竟有好大呢？ 咱们说那个净佛国度的西方极乐世界，嗯，清净的。我们的娑婆世界是眼度、眼污的世界，嗯，这是一个呀，是两个呀。那我们分别说，极乐绝不是娑婆，娑婆也不是极乐，这是分别说。 要是圆融说，娑婆即是极乐，极乐也是娑婆，啊，那这是了意的，这是,是究竟的说法，啊，那么现在这是不行的说法，说不是说佛佛道同吗？释迦牟尼佛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也就是释迦牟尼佛，那你还没证得，这等你证得了之后，不错是这样的。那现在呢，不是这个样子。 也没有什么能生，也没有所生。那在这菩出入菩萨的他的境界，也没有说不世界。这个慧主是法会菩萨，法会菩萨这么这么给大家启示的，说出入菩萨境界，演说法普的新的功德，是发无量世界的佛。 都叫法会，都来给他证明，说他所说这个法呀，不错的，十方法会诸佛来证明，我们现在都叫人，嗯，嗯，跟这个意义是一样的，不管从你哪里来的，你剃了头啊，啊，都叫你比丘尼。 你只要头一天就叫你比丘尼，管那你是东北的、华南的、广东的，不论，嗯，乃至于升到印度的比丘尼，呃，拉萨比丘尼、泰国的比丘尼，都一样，就是比丘尼。嗯，但是你在普陀寺，可就是普陀寺，你骗不了，普骗不了，就是啊！ 你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是极乐世界，绝不是说婆世界。不管你从哪里生的，哪个国度、哪个世界生的，生到极乐世界就都是极乐世界。是吧？这个道理，你经常这样想，想会了，想通了，你才进入得了；想不通，进入不了。 在世间上上，你不要去起分别，一起分别，一动念，那就妄念。一切法无妄念，菩提心里头没有妄念，是觉悟的。观音切法生法、死法、老法、少法、老少嘛、小大嘛，这都是分别，都是分别。 那这个分别叫什么呢？给它定个名字，就叫妄想。现在因为你这样的分别是妄啊，你就有疲倦了，你就有退惰了，因为这是妄想嘛，不是真实的嘛，那菩萨度众生就翻过来了，他没有妄想，他没有妄想，他没有,他没有取舍呀、啊。 没有哪个好度，哪个不好度，没有这个想法的。有取舍就有妄想，嗯，尤其是四间法，除四间法就不是这样的了，嗯。一切世间唯是想，与众种种各差别。只想境界显切深呐、啊，唯现神通而救脱。譬如幻事自在力。 菩萨身边已入世。身边法界继续空，随众生心眉不见。说一切世间就是一个想，想是什么？想就是妄，妄是虚假的、虚无的。那但是这个里头啊，有种种的差别。 差别的想，那想就多了，不想呢，不想那就叫虚妄分别，说虚妄要分别没有了，想有不想呢？不想就没有差别了，那把它看成什么呢？幻思自在力，魔术师啊，变个魔术。 那他也是学来的，他那个学那个变魔术的那个手法，嗯嗯，因为你没学过，那你就不会了，你也不懂了，你学过的你就知道了，嗯嗯，明明看着把苹果削了几半儿，他这一转手，那他又是整个的，嗯，你这不是这是很小的魔术啊，很小魔术啊，说四件法。 都是这样的，像变魔术的一样的，就是一个想嘛，思想的想嘛，嗯、想了、啊、所以世间法都不是真实的啦，就叫种种的差别虚妄分别。这想的境界呢，很危险的，也很深的，嗯嗯嗯，很危险，很深，那就说你受的苦啊。 受苦很深呐、啊，像地狱，地狱你没见过，但是住过，住过忘了，离开就忘了，那现在人家的监狱，可能有好多人也没见过，你也不知道那里究竟怎么回事儿，因为你没进过监狱，你当然不知道监狱你要到监狱里受过，你就知道了，要知道他那宗旨。 究竟如何苦难？说看电影啊，看电视啊，看到杀人那、啊、放火呀、啊，那好多好，好多。但是自己没受到，自己也没那个想法，跟你毫不相干，没受到你不知道，好像跟你自己毫没关系。那别人的苦难，你要是你的六亲眷属，这个受苦要是你六亲眷属，或者是你的朋友。 你就会动念了，替他难过，也没办法啊。如果毫不相干的，你看他受苦，你会看热闹的，嗯，嗯，特别现在的人，他那个慈悲心呐、啊，善良的心没有。看到街头上出个车祸呀、啊，好多人都回去看热闹去了。那被撞的人，那苦的苦的不得了。 他说哪家失大火，啊围着看，说看有方便没有，我能得到点东西不？人家失火呢，他这火中打劫去了，这是常有的了，常有的了。嗯嗯，嗯看人受苦，他在那里笑；看人打架，他在旁边看热闹，他还有时候喊两句，帮腔。这种人是不傻的了，嗯，这是迷的表现，他不是开了悟的。 他不能印到，这是入梦幻泡影，嗯，他没开悟，嗯，说各种各样的人跟之间，人跟人之间，非常危险，现代社会，我们说没母子连心，那妈妈爱子女，子女爱妈妈，现在的人简直变得到什么样子了？母子不连心了。 对自己子女都没有怜悯的心了，但是多数的还是有，少数的变态心理，变态心理。嗯，我在美国看那么电见他把他自己的四五个孩子装到汽车里头去，连大带小，带着他们去玩儿，到了那海边，他下来了，他把汽车打加大油门开到海里去了，那孩子都淹死了。 你说这个妈妈跟这孩子连心吗？这世间种种妄想，种种的差别，嗯，非常的不同啊。所以井界象啊，很深，很危险。嗯，就是这回看见的灾难，当初没来呀、啊，太阳还是很好的，在海边那玩的很，很高兴啊。 那那个几那点儿几项没有，突然间海啸、地震，等你觉悟了，想跑来不及了。他还在看呢，嗯，看那电视，嗯、有人说：“哇，呀，这个浪真高啊、哎！”我还想跑玩一下子去，等他刚想跑，把他给冲下去了，在电视上看的非常清楚。人呐、啊，各有各的感想啊。 我们看见那种电影的景象，嗯，是不错，入梦幻泡影，店门一关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嗯也是表的入梦幻影，但是这是真实的，那好多的人就死了，嗯，当时在场的，嗯嗯，比那个演剧的还真实，那天气很好的，看那个电视上天气很，突然间。 他事先一点影子都没有，突然间景象都没有了，变了。有的人会，他死的时候被海浪冲去，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所以说，说的深切险，非常的危险。嗯，看很多做呢的人，那个心呐、啊，真险，很危险。嗯、咱们听他讲故事，或者看见真实的。 看那互相斗，嗯，说深的，人心不可测呀，不可测，还还有个底，人心没得底，人心是无底的，嗯，人心还可测量吗？嗯，要知道世界显得这么多，你要认识世界这才说到本题啊，目的是什么呢？要求处理。 这就是提，目的解释你要处理呀、啊，处理是是菩提心的最基本的，嗯，菩提心最初得有个处理心，啊，要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是觉悟的了，觉悟了就认识，认识你不受害了，不受世间的害，不受三界闲恶的害。 大菩萨发心，他要在险恶中的救度一些众生，用他的神通来救度一生。当然，救度众生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这个时候是时候，不是时候。对，同时他救度众生的时候，他知道这是虚幻的，不是真实的。嗯，什么道理呢？说他他的智慧力量。 他也知道众生虚幻不了的，因为我必须得救他。我看着都是虚幻的，这种智慧身遍满法界，虚空界，虚空没有界，形容无界之界，要深入虚空。另外，到这位的菩萨，他一切不知足了，他那心呐、啊，像虚空一样的。 虚空是比方了，嗯，他以种种的身变，嗯，来利益众生。同时呢，随着众生的心没不见，有的呀见到化身，有的呀见到诸佛菩萨的报身，有的呀见着法性身，见到法身是究竟正德了，嗯。 能所分别二俱难，二俱离，杂染清净无所取。嗯，菩萨度众生没有因为我是菩萨，没有这个想法的。嗯嗯，啊，我是菩萨，我是能度者，啊，怀有众生是我所度的。嗯嗯，菩萨把这个离掉了，所以二俱离。嗯，没有能所，没有分别。 杂眼清净，无所取，一个杂眼，一个清净，这二边无所取。嗯嗯，这一段呢，都是讲很深的，讲什么的深的呢？讲的正得菩提心的人，正么菩提心人，他的清净是为杂眼兑现的。 眨眼是为清净而立的眨眼，根本也没有眨眼，也没有清净，那就不取眨眼，也就不取清净，这个道理深的，说这个道理深深的，嗯，以你不要起执说，啊，一切都不执着，也没有個能不识的人，也没有受不识者，中间也没有识的财物。 这叫什么呢？嗯，这叫三轮体空。三轮体空就是什么都没有。那前头说了很多利益众生的时候啊，嗯怎么度他们？还有很多方法。但究竟呢，叫无神可度。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不起的任何执着。为什么？ 一切都是空的，嗯，身遍法界入虚空，但是众生能见到，嗯，但是有缘的众生就见到，没缘众生见不到、嗯啊、我俺们的道友们有好多奇怪的问号，说你你天天念观世音菩萨，你见到观世音没有啊？那你怎么答复呢？说你天天求阿弥陀佛。 说你见到阿弥陀佛没有啊？你怎么答？你答没有，那你念它干什么？你求它干什么？你答有，违背圆满的教义，那要是怎样办呢？那就看你当时的智慧，你看你所关念的众生，他有没有这种因缘、嗯， 当时候人家问你的这话，你得要了解他的思想，他是对佛教轻蔑的，还是他想求，求要了解佛教，啊，嗯，嗯。还有这样问你的，说你天天念阿弥陀佛，你不心烦吗？啊，是吧？假使人天天念你，你烦不烦啊？是吧？你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不烦啊？ 你为什么天天念他？的个人的看法了，这就是说，见，见嘛，就说我们是看问题的看法，呃，看法不同，众生的看问题各有各的看法。那信佛的人呢，跟不信佛的人呢，两个看问题的看法不一样的了。嗯，咱们看佛像啊，见着就生欢喜，见着磕头恭敬。 磕头立拜求忏悔，不信的人呢，他给你加上两个字儿，迷信，迷信，嗯，说你迷了，啊，经常我跟人我跟人家辩辩抬杠啊，就抬杠辩辩了，嗯，他说我们是迷信，我说迷了还信什么呢？迷了，迷的绝不信，迷的人还有信仰吗？我说那个疯子。 伤心病狂的人，嗯，嗯，被那个祸业缠心的人，他有什么信啊？什么信都没有，他是迷了吗？信了的，嗯、信佛绝不迷啊。要、嗯、不信他知道这入梦换泡影，假的，嗯、但是他能显真的呀，能引发你自信啊，引发你真实真心呢、啊，嗯。 咱们经常不是说吗？借假修真，这个话是怎么说的、啊？说你这右体，现在你这个神仙是假的，入梦换泡影的。但是没有这个假的，你又怎么去修真的呢？现在社会上尽是充斥的假货，什么都是假的，啊，说冒牌的。了。 不是那个牌子，但我始终还是一样的。说我买我买这件衬衣，是吧？不是那个公司，不，我穿着还不是一样的吗？这个假跟那个假不一样了。这假是没有，嗯嗯。人们要见佛可多礼拜，不信的人嘛，就是他要相反的，他给加个迷信的，这叫就是嗯。但是他能引发你在自信，假的能显真的，你发了真实的真心。 嗯，就是借这个假身体来修得我们达到我们那个真实真心。嗯嗯，啊，你的肉体的身心是假的，说梦幻泡影，假设没这个假的，你要怎么能修真的呢？但是假的上头，你不要执着呀，是假的嘛，你要自。着，你看不破，要把它看破了，放下了，身心才自在啊。 那这种你说假的也可以，嗯。我们知道佛像，佛像你说的，或者是木雕的，或者铜铸的，嗯，或者拿金子打的，但我们知道这都是假的呀。它不是真的呀，嗯。他们借假修真呢，我们把它当成真的，我们的心真，心真在四十假的也变成真的了。 比如说，我们有参禅的师父们学到佛法了，啊，请师父开示，嗯，开示咱前头讲了啊，请师父开示，说师父说你给我讲个开示吧，嗯嗯，那主持就给他，请主持给我解导解导吧，那主持就问他了，谁束缚你了？谁让你来找我呀？找我让我。 啊，术法了，你哪点术法了？我给你解脱，啊。你的心，无论术法或者解脱，是你的心呐、啊，你不去分别它，是你的心术法，本来没术法，嗯，嗯，这是个公那了，啊，他就向主子求，他给他解脱。 不是说谁把把你绑上了？没有啊，那没有还改改什么？嗯，他当下就开悟了，他也明白了。嗯，莫起妄念，不要去分别，莫要去执着。嗯，我们经常求感应，能感的是你的心呢、啊，所感的硬的也是你的心呢、啊。嗯，感应感应嘛。 你感到什么程度，他就硬到什么程度，啊！他心自心就是一个心呢、啊。要法要解智慧至希望，但愿普于众生乐。有智慧的人也没有术法，也没有解脱，没有术法说什么解脱？嗯、啊，因为术法而求解脱，嗯、啊，这段就像一个智慧。 什么叫真实字？嗯，这就讲的，真实智慧。嗯，一切世间唯想力以字而入心无畏，说这一切诸法呀都是虚妄想象的。有智慧人，怕一切无所畏惧、嗯。为什么无所畏惧呢？心经上说的，心无挂碍故，心了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一事都没有。 他才无所畏惧。我们心里头东想西想的，东挂西挂的，挂碍很多，患得患失，他有恐怖啊。但是没这些个了，心无挂碍了，没有妄想了，没有妄想也就没有恐怖了。慈悲诸法以敷言，三次退休不可得，能入过去时。 必前进，能如未来；必后计，能如现在一切处，常勤观察无所有。一切诸法都如是啊！过去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，这都是不定的。你在过去上，在现在，在咱们现在来说是过去，嗯。 但是现在啊，马上就不存在了，那马上又变成过去了。未来，未来还没来呢，嗯嗯嗯，没、嗯嗯、来呢就不在呀、啊，就没有。啊。现在的不住，过去未来你要去推求，把它固定下来，你固定不了，一切法都如是，固定不了。今天。 今天过去了，差不多了，嗯，一会儿过了半天了，嗯，三分之一过去了，嗯，今天马上就变成过去，嗯，今天早晨的，不是咱们吃饭到九点钟，过去了没有了，嗯嗯嗯，今天马上变成明天，明天马上又没，今天就没有了，明天马上又变了，变了后天。 如是三次退休了不可得，过去的我们虽说以前，嗯，说三次退休了不可得，过去的还有过去，过去的还有过去，追不到头的了。那未来的未来还有未来的，未来还有问题。现在现在的不做。这就是穷三季广大的心，过去的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嗯。 面面都过去，嗯嗯，今天早晨没有了，嗯嗯嗯，那今天一天很快就过去了，嗯，找个过去的编辑，什么是过去的不可得，你找不到，未来也入是，嗯，要发起这样的三界的广大心，嗯嗯，过去我们主持禅禅的。 得三祖三，他给《金刚经》做了一部注解，注的什么呢？是吧？过去不是像我们现在的打字啊，一下子就打出来了。他一个字一个写，慢慢抄。嗯嗯嗯,嗯，把它装那一本书。嗯嗯嗯，啊，要想一下子打出来这本书，咱们现在打字一下就打这么一本 过去要像这样子，不可能的。嗯，过去像这一本书，嗯、啊，得写一两天吧。啊啊啊！我们所说的过去，像我们念书的时候、啊，说过去说读五车书，啊，那就是天才了，大才了。拿竹子一块一块的，拿绳子链上的，这一部书，那五车书，恐怕现在也这没有好几两三本书。 你看，咱看那四书五经，都加个堆才好多。他不会装钉啊，拿绳子把竹子拴上，没有纸啊。大家看过那个古来竹筒吧？竹那叫竹简，竹简嗯。嗯，那把这些个都是雕在那上头的。嗯，你说你拿到多少竹子来雕啊？雕完了把它串在一起，把它折起来，五车。 这样叫无车书，嗯嗯那、嗯、现在呢？现在这个这德山大师他所住这个叫青龙潮《青龙书抄》，《青龙书抄》啊，嗯，他说担子担的，担子担的，嗯、哎，他挑着挑得很累了，走到一个路边上，一个卖饼子的老太婆，啊、小店吧、哎，休息一下，坐下来了。 嗯、啊，他就想买个饼子吃，心里这样想的了。嗯、啊，买个饼子，那卖那饼子老太婆就跟他俩闲谈了，说大师傅、啊，你挑的是什么？啊，他说我这是金刚经啊，是宝贝啊，是我住的书钞。嗯，我现在在这休息休息，想吃点点心。嗯嗯嗯，老太婆就说了。 哎，我听说在《金刚经》上有这么几句话：，我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大师，你这个青龙书钞是怎么住的呀？那你要卖点心，点的是哪一个心呢？这老太婆把他一问，他答不出来了。哎点过去心吧，过去心也过去了，你点它干什么？未来心还没来，你入不着点了。 那、哎、现在心不住，那不住你点它干什么？你点不到，这点心点心点不到，点点到哪个心上去了？把他问住了。老太婆完了就批评他了，说你连这个三心不可得都搞不清楚，你还著书？你能说得清楚吗？得三祖四，一问他，说你跟谁学的呀？他说我师傅是龙潭祖四，龙潭禅师。 那德三就把这这书抄就烧了，烧了去以后，他产德产龙潭，在那儿他开了我的。嗯，嗯，我诸位的菩萨发了菩提心的，他跟那佛力相等，初发心时就成正觉，这就是相等，嗯嗯嗯，平等，嗯嗯，也像佛的那个样子，也像佛的那个效果。 那就是分了很多等级了，这时候初地菩萨，在这时候开始，五十二位啊，五十三位呢。但是把它圆融说，那是分别说，圆融说嘛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啊。可是初入的菩萨到了初地，嗯，这中间经过三十位了，嗯，三十位啊，嗯。 到了究竟无所得，哎，这叫什么呢？是非入法以敷言，三四推就不可得。能入过去必前进，能入未来必后继，能入现在一些处，常勤观察无所有。啊啊，好了，下课了。